Hello， 我是 John，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天是我满一周年的开台实况，那么今天玩这个小小兵，我们改装这个富兰克林的家，然后我们把整片的那个海洋都搬上来了。那这个模组非常的大，所以有可能会有点稍微会有点顿顿的。OK，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，这个 party 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好了。OK， 这个栏杆有很多辣妹哦，里面看起来没什么改变，那个长长白色不知道是什么。哎、欸，啊、你怎么进去了？你要进去哦，好，进去看看。等我一下。进去就不要出来啊。Look at this. Yeah，look at this. OK， 我看一下里面啊、哦，里面有。有那个白色是什么？哦，那个白色是烧火的地方哦，算是炉火吧。奇怪，好像没什么变吧？我觉得最有变化应该是外面的那个配备，去看看好了。OK， 我还没逛完这一层呢、啊，这一层先看完好了。嗨，哇，这样子我没办法打马赛克，哎呦，呵呵，天哪，哎，哇，看一片，全部都是，哎，为什么他们都是浮在水上面的？没有草地吗？因为草地好像哪里怪怪的，为什么有个人在上面飞啊？好，我们继续，躲开啊！哇，好大的帆船啊！这帆船好大。OK， 这边没有东西了，我们直接下去玩了，走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下去了 ，Let's go！ 哇，好漂亮的水啊！哇，再去游泳一下。哇，超欢乐的哦！哎，对耶，为什么没有地板？应该要有地板才对啊！等一下，这不是传说的那个这两个怪夫妻在干什么？偷看我在玩水吗？你这个蛇居然在这边浮，哎，怪怪的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游过去，那全部都浮在空中了。哇，下面是什么？没看错吧？是什么？哦，那个，我的邻居全部都泡在水里面了啦。还有这种的、喔，车子也浮起来了啦。太有趣了！哎、欸，那些人居然还可以游泳，而且还不会怎么样哎、欸？是吗？真的、欸？哎、欸，哎呀，他们挂了！这么开心的 party 居然淹水了！不管，我们先上去观一下，看有什么东西。哦，有跳水的，这个我一定要玩一下。爬上去，快！我、哦、要另外一边上去哦。OK， 好，上去。哇，那好丰盛哦，什么人都有啊。哇 ，OK， 有一个矮的，然后中的跟高的，这当然玩高的啊。哎呦，那有个人站在这边哎，在拍照。哇哦，模组好大，超大的啦！看一下，哇哦，整片都围起来嘞！哎，好，我要跳水啦！跳，哎呦，哇哦，这就是海底世界的嘛，就是的，它连水那个树都盖住了。哦，还有人在下面开车哦，不好意思啊，
天是开 party 的时间。OK， 我们看一下那个、演唱会啊，哟，今天是在表演什么？哇，好开心啊！那我不敢转过去了，转过去就会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先这样就好了，嘿嘿，超 happy 的。哦，我们下去玩一下那个水上香蕉，那个香蕉看起来蛮好玩的。香蕉，我来啦！香蕉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香蕉可以干嘛？我发现其实还蛮难躲的，因为几乎全部的女生都是啊。哎，香蕉船好玩呢 ，banana。哦，好快好快，冲啊！咻！哈哈哈哈！啊 ，my god！ 咻！哦，哎呀，哦，撞倒了！哎呀呀呀，等我一下。那个动画还是，我应该先把动画关掉。啊，为什么躺在上面啊？躺在上面这样骑我的香蕉。哎呦，差点撞到。咻！为什么这台车失火了？为什么出现火灾？需要交火一下。它是，哦，爆掉了。那我是不是要打119？不管，我先玩一下这个香蕉，这香蕉太好玩了。哦，冲咻！为什么有尖叫声啊？啊，好像很惨哎！我上去看一下好了，是怎么样？我出不去了，看一下前面。怎么了？有人在尖叫？我怎么游不出去啊？我先骑出去好了。好，那动画很烦，我应该先把动画关掉。哦咻！喂，哇，喂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哎呦！喂，奇怪啊，看到这里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18禁的，咻，哇！哇，这好高！哇，好，上下车都有动画。香蕉下去了，我的香蕉，我的香蕉船。啊，它好像可以载人呢，好像可以载人。有另外一个啊，因为他们没办法上来，他们是该死的，该死的保镖啊，我们是保镖，然后他们不会游泳。哇，这个人好厉害啊！居然在这边健身呢。看他前面还有什么帆船哦，这个帆船很棒哦。从这边走过去，这个长长是什么？就是有美化过的椰子树吗？跟长长椰子树旁边还有彩绘，好怪啊！你看，这边还有一台香蕉车，香蕉车，耶、yeah, ，香蕉车，又是那个动画。好，我上下车都是躺着啊，你看，我要后退，我不要前进啊，后退啊，后退啊，那就下去吧，真是的，哎呦，啊，我本来想游过去的，说。好的，我们走上来了。这边还有卖热狗先生，我要一条热狗哦。不要，我要香蕉，我要香蕉。香蕉在哪里？香蕉，你看香蕉在哪里？有武器，我把武器变成香蕉了。等我一下啊，香蕉出来了。你好，
先远一点。香蕉好小哦，我的头好大哦。等一下，香蕉举起来，就跟手像一样啊，它只是造型换香蕉，好吧？反正其实香蕉真的太小了。哎呦，这两个人干嘛？为什么拿弓箭啊？拿弓箭干嘛？他应该是狙击枪吧？好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往前晃晃。哦，这两个老兄不良示范，那边抽烟。耶，好欢乐哦！我要去前面。是什么？看一下正前方。哇，这是谁啊？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，我要来一杯酒啊！我要巴格赖加莱姆，居然在玩手机不理我。为什么？你在吃是什么东西啊？把它配酒喝的，哇，酷哦！哇，你在自嗨，在拍什么？哦，这边还有披萨，然后调酒棒。为什么小姐都在玩手机啦？她应该在玩传说对决吧？哎呦，这个头好帅啊！这头发应该有请很专业的设计师处理过哦。哎，这不是 Michael 吗 ？Michael 跟 Trevor 他们在这边喝酒，真的是开 party 啊！哇哦，好多辣妹！哎，是谁的？这是汉堡热狗放在桌上没有拿，是要给我吃的吗？这个，哇哦，咖啡耶，哇哦，这个小妞好，好美丽啊！我要来一杯咖啡，快点！哇哦，那个小平头怪怪的，小平头很吸引我，头发很帅，嘿嘿嘿，小平头，看一下，哈哈。啊，我们先出去，先跟我的伙伴玩一下那个香蕉车。哟，跳水！好了，我们骑车出去玩。哎，哇，我看一下这附近啊，把它，哇，这个把它架起来，哎，然后这个水就不会漏出来，这样子还蛮聪明的。哦，看一下这边，这里就完全遮住了。哇、wow、哦，这个香蕉车好可爱哦，哦，还蛮快的哦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啊，为什么下车会出现在那边的画面呢、啊？哇、wow、哦，这个摩托车加香蕉改装的很帅哦。好，再出现一下那个动画吧。要看上面怎么骑车啦，这样也可以。喂，嗡嗡嗡嗡嗡！哇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可以，哎，有点破土哎，我觉得，好像可能是因为太远的关系吧。哦，哎，过不去了。OK， 我们坐直升机看一下这个高空啊！哇，整片呢，看到一个平面的，算是湖吗？哦，要把这个造起来，然后这个长方形的平面，就是我开 party 的地方了。如果到边边的话会怎么样？边边是什么？哦，它一样是整片，然后把它围起来。但是你如果太远的话，它就会消失了。它只有靠近的时候才会出现，减少那个 DPS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里。
它把罩起来的地方，如果你把先看掉下去，哇，饿啊！没有重力哦。哇，罩起来的地方就是水族箱嘛。看到下面的房子哎，全部都是，哇！然后里面的居民就会需要游泳才可以逃生啊。但是计程车，计程车也浮起来了，哇！重摔！哎呀，你怎么了？需要帮忙？哎呦，为什么浮起来？哈哈，哦。为什么那个人还可以在玩手机啊？他手机不会坏吗？哦，嗨，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游走了、啊。哇哦，哎、欸，还有鱼哎、欸，那鱼是怎么样？哦，是什么鱼啊？什么？一直在闪。哦，它完全罩起来了，然后车子都浮起来了。哇，这样看蛮可怕的。我先出去好了。游游游游，耶！好吧，今天介绍到这边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